19分钟完成使命。张建锋推底传中，麦基冲前顶入，为港队揭开大胜的序幕。为港队开纪录的麦基抽入个人的第二球。好啦，爆口啦，攞住个好定啊，入超靓啊，麦基点样？出马开劲，真系左噶，一射搞掂。帮港队打开缺口的就是他了。对线的仍然有很多，但是港队条进攻线的确带来惊喜啊！麦基再入一球之下逼和2-2，两队要互射12码。下一张波控球权就是俾翻杰志，再铲个后扎俾过嚟咧，系叠雅嘅侧入球传出嚟，麦基起尾到脚，今次起到脚入波啦！点追呢？杰志系咪先啦？冇得拗咯，17号啊！呢个罗芬奴俾咧就系阿侧入球咁啊，后面冲上嚟嗰下啦，金凤珍亦都咧追佢唔切啊，咁啊麦基呢下。勝在佢真係夠快嘅一個人啦，即係嗰啲動作啊，比較上咧就靈活啲嘅禁區，呢一腳射得靚。飞马能够在深水埗横行霸道，除了多得谷盈智，还有麦基。29分钟替客军半场领先两球，之后的时间就是麦基的天下。由64分钟开始，开行副推补，要风得风，要入波有入波。21分钟内一下子入多3球，领先到6-0。系麦基仲要在主队伤口上面撒多把盐，个人一场波食埋个5宝奖。